网红四叉猫在脸书贴文提报，民众党早在今年7月3号就更正过柯文哲的政治现金申报资料，但却还有2000多万元的烂账。柯文哲的假账争议持续延烧，媒体人黄志贤也在脸书贴文发现，柯文哲制作宣传面纸的支出花费高达900万元。柯文哲目前他想要讲的就是说想要以量制价嘛，但是全台湾都很清楚嘛，到底有多少支持柯文哲的屁股。有没有需要到这样900万的卫生纸？其实候选人发面纸宣传拉票早已行之有年，不过大量生产一包面纸也只要1到2元，柯文哲却花了900万元，一包大概有20几抽，那成本上大概一包2块吧。那如果说是全国性的选举，一次大量的印制，它的单价一定是更低。发放面纸是候选人的基本配备，那当然包含它后续还有很多这个寄送的或者是文宣品，它不是一整笔的，好像不是一整笔的900万，这个我们还要再去查一下。面对争议，民众党老话一句，还要再调查。但做这么多面纸，真的发得完吗？让人不禁想起这段话：总统跟副总统的单独的面纸，我们都发不出去，真的不能讲它是障碍。过去竞选台中立委时，蔡壁如脱口而出，柯营配的面纸很难发，言犹在耳，只希望剩下来的面纸，民众党能妥善运用，别浪费。三立新闻林柏涵、王一德台北报道。